我来点啊，点吧。阿姨，啊，呀，曼曼，生日快乐！哟呦呦呦，你没眼力劲儿，你总算来了，来，过来坐我旁边来，哎呦，给，祝您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哎呀，你来就行了，你带什么礼物啊？哎呦，我替你拆开，姑妈。你这孩子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呢？都是自己人。 哎呦，我就爱听你说这话，真的。阿姨啊，早把你当成自己家里人了。谢谢阿姨，来，快看看这礼物喜不喜欢？真好看，喜欢呐！我们曼曼给我买的，绝对绝对，我就喜欢啊。哎呦，这料子真好哎，好贵呀。是吗？特柔软，而且这颜色，真的。 颜色是不是特别适合看？阿姨，哎，祝您生日快乐！谢谢。身体健康，心情舒畅。啊，哎呀，青青，这是特意为阿姨准备的礼物呀，我来打开看看。哇！ 这可是名牌医院的医疗卡呀，这个礼物真是太用心了，这个太好了，这个是不是？医疗卡？啊，谁过生日送这东西啊？哎呦，是不是说我身体有毛病啊？这个医疗卡其实是我买的，我真是多想了，我以为送医疗卡能祝阿姨身体越来越好呢。我在外面跟青青开了个玩笑，然后就说换个礼物吧，然后青青买的围巾也挺好看的，是吧，青青啊？